文心一格是基于文心大模型的文生图系统实现的产品化创新。2022年8月19日，中国图像图形大会 CHIC 2022在成都召开，正式发布 AI 艺术和创意辅助平台文心一格，这是百度一托飞奖。文心大模型的技术创新推出的 AI 作画首款产品。在文心一格官网，用户只需输入自己的创想文字，并选择期望的画作风格，即可快速获取由一格生成的相应画作。官网资料显示，文心一格现已支持国风、油画、水彩、水粉、动漫、写实等十余种不同风格高清画作的生成，还支持不同的画幅选择。文心一格面向的用户人群非常广泛，它既能启发画师、设计师、艺术家等专业视觉内容创作者的灵感，辅助其进行艺术创作，还能为媒体、作者、文字内容创作者提供高质量、高效率的配图。文心一格更是为大众用户提供了一个零门槛绘画创作平台，让每个人都能展现个性化格调，享受艺术创作的乐趣。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相关作品。